即卖时间是早要早一点啊，吼、哦，啊即卖水位是八点的状态啊，满水位的状态，我、哦、现在在安平，巴肚，昨鸟仔睏过，鸟仔足早就睏去啊，我联络袂着伊啊，啊无，阮透早是按四点半就要出门啊，啊伊都昨去走。虾场要开业流程，啊，伤忝啊，啊，伊就先睡觉，我就联络无着，我都甲伊通知讲今仔四点半要出门，结果我今仔日嘛，就睏起来的时阵，差不多七八点啊，哎，等甲伊来阮家找我的时阵，来到即摆安平遮，就要十一点啊，我就想讲啊无，就近，就近啊，今仔就近啊，就伫安平就好啊，哦，阮准备。今仔准备要来钓钱塘，拿上兴的一支啥物果啊？有 G 六啊，进前买一大针伊啊，啊甲，进前捌炸出来用过一遍啊，啊配拿 BJ 八五的链啊，啊只我摕我的迄落沉默所做的手工果啊，搁金力机吼，我准备个啥？我来准备个啥？要来钓钱塘拍个啥？阿哥，交苏家的独家链鹅，阿哥有秋草做的红黑银，阿哥有秋草做的不动虾，我们准备这三项。这阵啊咧，雨水的冲刷吼，看这安平的水色袂歹。啊，然后嘛，我今仔会钓啥物鱼啊？好了，先这样，要来开始穿线，准备钓鼠了。差不多了吧，十八、十九，伊了讲我做了上船。肉粽钓伊用的。来个厝较细地，这人较耐家。奥利，我搁倒迄地上大地，我无甲迄落。我怎么搞大地呢？嗯。
着伊哦。中了，中了。卡罗啊。我是吃哪的？哦，吃吃啊！芝哥的红虾仁啊，你看嘴巴。臭的。大粒的，这个大只。最粗一样。对啊，我加一个。你要是小花猪。要靠红菜头啊！红菜头啊！啊，钓鱼唔知啊，老师。哦。秋哥。嗯哼。哈哈。钓秋哥啊！这应该是秋果吧？哎，秋果那就较长啊。无，我这只熊不是秋果哦。哎，是迄，你该讲什么红什么鱼的啊？唔哪什么鱼的？有啦，迄你之前伫公干遐捌钓钓过啦，啊有人讲红什么鱼的，我袂记。嗯。哦哦哦。安尼就搁钓鱼啊呢？佮同款的呢，哎，我这大家仔，佮一只同款啊，这是甚物鱼啊？佮水板类，佮同款呢，啊无哦，两点啦。水板类，用针仔囝，放回去。好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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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前头刚弄安尼收啊。我看这个啊，你无？哎呀，不要紧啊。啊，要刷位啊！这只看到好多新鲜的。用药灌气灌气啊！这种红虾仁应该大家偏向着。对哦。哦耶！我做加呗。哦哦哦！哦哦哦哦哦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！哦哦哦！
到啊！哎、欸，我感觉是迄种哦，哦，唔是哦，我想讲加罗啊，无，我想讲是较多咱钓迄种呢。红针哦？唔是唔是，迄、哦、我唔晓叫啥物名。哦，啥物红啥物？嘿嘿嘿。这细只的加的加的，等下大只我来。对哦。啊，你钓到无细只的时阵，就是大只的啦。真的吗？嗯，我嘛跟你同啊。哦。大比较大一点，哎、欸，无无唔是哦，比遐多一只较大只呢。卡卡。卡卡。这么强，嘿嘿，我还有个大红嘞，我还有个大只。真水啊！真够只。钓个，这钓个甜哦。好，送你回家。滚，滚。这我钓一尾较大只的龙针啊，嘛是红的银，你搞红的银嘛？啊！我不行了，我躲在车子这边休息一下，太热了。春娇啊，继续打拼奋斗啊！今麦回来到厝啊，吼、哦！今仔安平的鱼啊，就是恁领片看到啊咧，拢甲螺啊啦、火烧啊啦，啊个未知名的鱼种，遐我慢慢啥物物件。拢钓了，遐还佫有龙针啦。哦，今仔猛佚佗一下，小玩一下。哦，以后摆迄个中岛的时阵，过迄、那个伫遐耍滑冰啊，太热了，要受袂。找一下时间，我过来。落摆啊，是落泡面啊，来找河边啊钓看卖下来吧。哦，好，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